明山，不管遇到什么危险，我都不会放开你的手。我爱你。你刚刚是不是说什么？我没有听清楚。你要我再说一次吗？嗯。我爱你。嗯。我们刚刚在讲黑帮形式，怎么会转到这个？不管是在解析黑帮，还是写评论，又或者出书，还有爱你，都是高天说的一部分。所以我想说几次，就说几次。